这中国人的年啊，日日有讲究，年年有欣慰。我们回来啦！来了来了，包饺子，放鞭炮，红手岁，共团圆。破旧迎新，情开业，吉星高照，节节高。 中国年凝聚祝福与期待，共盼新年胜旧年。一言不实，百业兴，龙马精神，万象兴。中国年积聚能量再出发，不负韶华，不负春。龙腾虎跃，中国年味儿，祝您福暖四季，顺遂安康。 迎新岁，四海同春，品年味，大家南北探寻中国团圆年。看看鲜花，看见这些对联，我们就想打包带走。哎，对，恭喜发财，累死都老。包饺子喽！锦绣万里，奏响春节新乐章，解码文物古籍里的千年年俗，共赴多元春运里的艺术盛宴。龙腾虎跃，中国年味即刻启程。 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新春特别节目《龙腾虎跃中国年味》。中国年，中国味，鲁花香，龙腾虎跃，中国年味由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冠名播出。龙腾虎跃中国年味，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龙腾虎跃中国年味由贵州茅台保健酒业公司台元酒赞助播出。此刻我们是在澳门特别行政区。 最负盛名的景点大三八牌坊前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块儿共迎甲辰龙年。首先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几位同行的嘉宾，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老师，蒙老师您好，过年好，过年好，还有我们的澳门博物馆馆长卢可英，还有高圆圆，大家好，大家好，圆圆一来啊，这节目就对了。 这过年就得圆圆满满，团团圆圆，龙翻身，龙摆尾，龙鳞闪，龙不迈。只要龙年一到呀，我们就开始舞龙了。对，那除了我们在澳门看到的这个百米金龙，然后我们北方还有火龙，那成都有竹节龙，重庆呢有鸭子龙。 那我也有一个问题想要问问蒙曼老师，为什么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舞龙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崇拜龙啊，我们是一个农业民族嘛。那《易经》里讲了，云从龙，风从虎，圣人坐而万物睹。这个龙啊，是一个能够兴云致雨的神兽。 所以中国自古就舞龙，从汉朝开始，我们就有各种各样的舞龙之戏。见到了龙，就见到了吉祥。是的，而且啊，人们在不同季节舞龙还有不同的花样。
在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面有记载：春舞青龙，夏舞齿龙黄龙，秋舞白龙，冬舞黑龙。人们会在春节、龙抬头、端午等传统节日里，喜好以舞龙来庆祝。哎呀，今天将和几位一块儿来共同感受，在澳门，在南方，我们的过年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刚才几位说到了舞龙，对，我觉得龙是十二生肖里面绝对的显眼包。显眼包，你为什么？你想，龙年年都有它，对，甭管过什么年，舞龙肯定少不了。这个舞龙啊，它不光代表了中国人团结共进的一种精神，而且舞龙你也能看到中国人迎难而上、不断面对挑战的这种文化底色。飞龙在天，四海升平，让我们祝愿华夏之光，生生不息。桑田几度，紫陌红尘，丹霞迷雾，冲破阴霾迷雾，斩灭群魔潜伏，长夜后。
咱们这博物馆里到处都有龙的这个形象啊。是的，其实呢，我们澳门博物馆有不少跟龙有关的文物。嗯，我们面前的这个叫盘龙纹豆。嗯，大家有没有看到龙纹在哪里？上头有。顶盖上有。顶盖上看。啊、嗯、啊，这个豆上面的纹饰有潘慧纹，也有潘痴纹。它们其实都是龙纹的变形，所以这个文物当初入场的时候就取名盘龙纹豆。豆是什么意思？你们家吃咸菜吗？是啊，肉末呀，什么咸菜呀，就可以放在豆里。但是与此同时，它也是礼器，顶不是也盛肉的？明白。而且它确实像那个豆字儿，我现在越看。不是那个时候的字，当然都是它是象形文字啊。所以你看它上面它有这像碗的呀，然后下面不是有那个柱，就是那个支撑，然后底下有底座，对对对，那不就是豆吗？哦，豆是仿它，而不是它仿豆。我还以为是按照豆字儿做的，搞了半天豆字儿是按它那么写的。这个真好，它整个器型哈，它这个严丝合缝啊，这个。而且春秋时期的保存如此之完美，上面的纹路都是。你看到今天清晰可辨。那我们去看看我们下一个跟龙有关的文物吧。来，游客们请往这边来。哎，请跟我来，往这边走。哎，这就有，就是我们的大龙香。香，对，是就是那个烧的香。点的烧的香，好大，这么大的香。至上业呢是澳门四大传统手工业之一呢、嗯、所以呢其实在传统时期呢澳门有几十个制香的厂、嗯、那这个呢是当年其中一个香行的一个镇店之宝。那我们看到中间这一根，它里面就有捏塑了两条彩色的飞龙。嗯嗯，所以我在想啊，这个龙啊在十二生肖里边它是最特别的一个、嗯、因为它不是真实的动物、嗯嗯、但是龙的身上其实是汇聚了不同动物的特点。对，也汇聚了千百年来中国人对于龙的最朴素的一种诉求。咱们早期就是山西陶寺遗址龙山文化时期里头就出了四个就是盘龙纹的那个彩绘陶盘，它那个龙嘴里衔着什么？就衔着骨穗儿啊。所以那就是丰收神仙驾鹤呀。对呀、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啊。包括我知道有一个你肯定看过，就是咱们红山文化那个龙。你别对我那么大期待，我不信你看过。你什么都知道，你什么都知道。有一个你肯定看过，您说、哎、这个你肯定看过，就是那 C 型龙，天下第一，中华第一龙，你肯定看过。中国是一个用玉的民族，对吧、这个是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然后中国又一个崇拜龙的民族，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玉和龙结合，红山文化结合的最好。而且呢那个龙它有多大，你看现在 A4 纸有多大，对，它就有那么大。那个龙现场看起来很棒的，真的是很震撼的，那么简洁的造型，但是你觉得它是活的，它就有那种飞腾之象。那个能追溯到应该是六，那是红山文化五六千年之前。我属龙的。哦，那好好把这对联读一遍，你有福气了。万家共祝平安福，礼户同沾甘露恩。好。而且它放了好多什么荔枝啊，那是无花果吗？再往下。无花果要石榴。石榴啊，就是这些也都是一些很美好的寓意。还有藕，你看，还有藕。对。杨桃。对。而且它确实每一个东西放上去应该都有寓意。寓意。对。石榴就是多子多福嘛。但是今天也有民族团结的寓意。嗯。石榴，对。那我想考考圆圆，你知道这个对联儿，再往前追，最早。是什么形式你知道吗？简单一点就写个福字。天哪，比那还要早，再早。我给你提示一下哈，就是元日那首诗，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桃符，哎，对了，里耶秦简里就有桃符，然后就这个桃木板上吧，就画着一些很抽象的文字，很抽象的符号。所以真的就是贴对联儿这个风俗几千年就在我们中国就这样传下来了。 对，对，而且直到今天为止成为了家家户户过年必备的一个仪式。新年，齐欢笑，爆竹声声真热闹。穿新衣，戴新帽，桃符片片换新帽，过新年，齐欢笑，爆竹声声。
龙腾虎跃，中国年味儿。我和盛楠呢来到了成都，大家都知道成都啊，这个古都有无数的文人墨客。那么它的春联会有什么特色？是不是充满了无数的诗意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探寻成都春联民俗的奥秘。走，今天武侯祠人特别多哈。哇，好多人啊！哎，朱老师，你好，新年好，新年好，哎呀，欢迎欢迎欢迎。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纵目望去啊，看到过厅有非常多的这种楹联，可以说每一副对联都蕴含着非常深邃和博大精深的三国文化之底蕴啊。当然呢，我们今天在大过年的时候呢，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在咱们武侯祠的这个春联集市当中，我们一起去探讨春联的文化。我带两位老师去聊一聊。走，好的，走，这边请。这就是我们的春联集市。对，春联集市。哎呦，很有除夕的这种年味、啊、这一笔一墨之间充满了浓浓的年味儿。你看最瞩目的就是中间这对哈，对，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因为这副对联啊，它是我们现今文献当中能够找到的历史记载的哈第一幅出现的春联形式。哦啊，这个据这个蜀陶物的记载，一本古籍啊，蜀地的皇帝孟昶有一天心血来潮，他让自己的翰林学士辛尹逊在自己的桃符上啊，想提两句吉祥话来讨一个过年的彩头。没想到新的学士提完之后呢，皇帝不满意，于是呢孟昶自己提起笔刷刷点点写下了，自己来，你自己来。于是呢孟昶，我来就我来，写下了这十个字的对仗的一个桃符版。那么这个桃符版呢，也就成为我们现今认为的最早的和春节相关的春联意义的形式，保留至今了。对，所以说咱们蜀地出人才，人家这厉害，咱要是随便刷刷点点一写，那桃符就变成鬼画符了。但人家一写，这桃符就变成了你看了之后不得不服。这个春联放在 C 位，真的是当之无愧的。是的，是的。好，那我们接着去看看大家写的，看看他们在写什么。我们看看您写的创意春联都有什么，好不好？这个是我今年专门给大家写的一个，然后叫今年富过环系，来年王道肥气，这一叫肥气。我再送你个横批啊，拔死得败。是是是，这都是我们的愿望。对，笔墨当随时代走。看见这些对联，我们就想打包带走，就说明这些春联也说出了大家的这种心声。对。吉龙自有天相，日子像蜜一样。哦，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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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借此机会，我以您为题啊，句句经典，字字珠玑，看押韵，还得看广泉才俊。谢谢您，太过奖，您太过奖了。那我给您对，岁岁平安，年年喜乐，祝伟业。且还需时代青年。好，好，好，好。那最后，我们给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也一块儿送一副春联吧。好，好，好，好嘞。来，上联。开开心心，梦想实现；欢欢喜喜，好运出圈。横批是：元气百分百。前山红梅点点，翠微风拂柳芊芊，细雨落蒙蒙，彩蝶舞翩翩，阳春晚露沾新颜，看荷塘柔波潋滟，雾里日光影灿灿，蝉鸣一声声，花骨一片片，盛夏情侣如花卷，人间好时节，无论花开花谢，有情有梦，生生不息尽流年。人间好时节，笑看潮汐潮歇，有情有梦，生生不息
情款款，刀郎用层层，金菊香满满，深秋明月照团圆，看江天雪花冉冉，煮一壶清茶暖暖，目中白茫茫，心里雨爱缠缠，寒冬最是真情人间好时节，无论花开花谢，有情有梦，生生不息尽流年。人间好时节，笑看潮汐潮歇，有情有梦，生生不息。人间好时节，无论花开花谢，有情有梦，生生不息尽流年。有情有梦，生生不息皆如愿。刚才这个成都的春联可以说是传统和现代的交汇，但咱们这个玉县的春联绝对是传统年俗的各种精华的累加。大家好，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玉县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周立伟，这些呢都是咱玉县剪纸的这个刻的春联。日进斗金，日进斗金啊，五谷丰登，紫气东来，吉祥如意。这个字有什么讲法吗？其实咱们传统的这个对联呢，它都是七言嘛。嗯，然后我们呢是用了这个传统的，把四个吉祥字儿融到一起，然后做的这个比较年轻化的这个春联。嗯，玉县剪纸的这个制作工艺呢，它就是以阴刻为主，阳刻为辅，彩色点染的艺术形式。我给大家一人发一个，大家一看一摸，学习一下就明白。比如说这个字儿，它是不是看到底下这个金色？嗯，它就是阴刻。福字的整个这个颜色就算是阴刻出来的，没错。然后这个龙的龙甲，表现出它的形状，对，它就是阳刻。阴刻见色，阳刻见形，它是两层，刻完之后再裱到这个金色的底上，就出现了这个效果了。一会儿咱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对，请坐。来，这个图样呢，它是欢乐和味道的味，欢乐味。大家把外面这个轮廓给刻出来就 OK 了。我看到那个冬奥主题的，像雪花啊，还有一些运动啊，这个呢是耗时17个月时间刻出来的，光草图就画了3000多张，3000多，没错。周老师，您作为这个传承人，我觉得肯定有什么我们想不到的绝活吧？能不能今天也趁这个机会给我们表现一下？那我就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这个演示演示雨线的这个刻胡须，左手摁着它，右手呢，然后刻，刻的时候呢，我们讲究的是三平和三直。这个刀刃要平，蜡盘要平，磨刀石也要平，刻的这个线一定要直，刀呢也是要直的，做的也要直。这个胡须它本身的宽度比这个刻刀还要窄很多很多，就非常非常小。这样的话，它就剃出来了，简直像头发丝一样，是吧？我看完了周老师那个图，我再看舒月这，就跟什么都没画似的。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我快结束了啊！我好像刻完了。好了，我这个也差不多了。给我一个我表。哎，乐出来了，好出来了。咱们之前这个字都是用胶水给它粘上去的啊。对。来啦！咱的这个作品来吗？我们的成品来了。哇，给大家展示一下。年复一年，全家乐。味美如诗，举世欢。横批是中国年味儿，太棒了。
所以您看这个四川的蜀地，它那个楹联当中就有隐藏着这种千古智慧的楹联，然后像北方呢又能把非遗的像剪纸这样的艺术融到它的春联艺术当中，没错，所以各地的春联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所以到澳门您得看看咱们澳门的春联有什么不一样。哦，大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这边是献血的。在澳门呢，我们春节期间都会有这个写绘春的活动，在这时候呢，我们澳门的书法家还有书法爱好者都会参与其中的。那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这边有本地特色的一些春联，这是创意春联，这个就好玩了，中间这个。对，这一则就是我们的创意春联，可以从我们右边这个开始来试试看。来，圆圆，圆圆老师。鸡，对，鸡心，咦，鸡心上灯，鸡心上灯，吉星高照，吉星高照，吉星高照，吉星上灯，好，吉星高照，好，云脚。好运角，好运角，咱们今天所在的地方就是澳门的好运角。圆圆已经命名了，来，吉星高照，好运来。要不要再来一句看看？这个心想事成，哎、那成真哦，对，还心想事成，柿子和橙子，无压力嘛，没错，厉害哦。哦，你怎么看出那是鸭？那个嘴是那样，那万一是个鹅呢？这个真好玩，我觉得这比猜灯谜还好玩。而且这个呀，每个人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解读。是的，是吧？你看着像什么，你自己反正开心就好。这个就厉害了。哦，这就是得对文字的这个。我能读出来。您读。月乐月乐月乐啊，月乐月乐月乐乐，月月乐，月月乐，月月乐月乐月月乐，行行行行行行行，没错哦，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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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最后一个也是很有意思，这个，澳上秋风无落叶，无落叶啊，对，门前春色燕归巢。这个呢是一个有澳门本地特色的一个春联了，对，而且是有纪念意义的。对，你想2024年是澳门回归25周年，对，而且是澳门回归之后的第三个龙年，第三个龙年了。对，哦，是的，澳门呢在1999年12月20日回归祖国，然后呢从此有一些就是纪念澳门回归的一些春联也随之诞生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上面的一些澳啊，澳门贵呀、啊，澳就是指的澳门，然后呢，它还是一个长头对的，对的，对的，澳门两个字。所以我在想啊，大家都说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时节，万物回春，春回大地，但其实家国团圆，天天都是好时节。是的。哎，这个不一样啊，这春条啊，这叫什么？我们叫春条，都只有四个字。对呀、啊。我们这个广府呢就称为这个挥春，啊，挥春呢就是一般用四个字的吉祥词语啊，挥春一般是单张的，单张啊，对，春联呢就是成对的一对，成对的，对对。那挥春贴哪儿呢？我们在大堂呢一般贴这个金玉满堂啊，万事胜意，心想事成。我看到经常在门口就会贴出入平安，对，门口开门大吉啊等等。嗯，哎呦，平步青云，学业有成，魁星高照。对，广东话就是恭喜发财呀，大吉大利，丁财两旺。跟长辈就说健康长寿啊，长命百岁啊，长命百岁啊，长命百岁啊。好像古的时候是养的那个动物那个那个。对，卷上也得贴，对，就跟人贴金玉满堂。这个可以贴到我身上，贝宁、这好，我的名字里有这个，那我拿走了，贴背上面积很大。哦，宁安招财进宝，对，圆满的圆，圆满的圆，就是圆，对对对对。咱们这样，四个人，咱们想一个四个字的
比如龙行大运，可以。龙行大运都是龙行大运，这个好写，笔画最少的，笔画少。嗯，我们四个人，一个人写一个字。好好，从您开始。各位老师，来来。哦哦，有气势。馆长是厉害的。好，哎，这个好，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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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哇，这个写的漂亮。好，来吧。那我只能写草书了。哎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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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咱们给观众展示一下。吉祥如意，大吉大利，金玉满堂，龙行大运，夫妻长临。哦。哦，这个也是啊，也是把这个绘画放到这个字儿里头去了。对，这边的画啊，跟那边是两个概念。是的，这边是属于漫画，对，那是漫画，就是让你猜意思。这边是真正的把图案和祝福接上去，融合在一起。这个年年有余，年年有余。这个金鱼，我们的花有那个金鱼，金鱼，对，花开富贵。哦，这个花好看，牡丹花，牡丹花，好富贵。嗯。你写几个字，我们配合写条龙。我们写个难的了啊！啊，做难题了。写一个我前天才知道的词。我们四个人，一个人写一个字，然后凑成一个。好，好看，好看，好看。百福平真，平真啊，那我们就配合这个过年的龙，那我就搞一条龙上去就可以了啊。您不来个百龙平真？您看这老师画龙啊，确实画出了龙的精髓。龙在古代的时候，它那个嘴唇都是翘着的，是吧？上嘴唇都是往上翻的。嗯。也借着这幅作品，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龙行大运，百福平真。呵呵呵，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胜意。新岁庆新岁，满街挥春最喜气，运不消洒似花落，物聚力透寄春气。春到结番聚，荔枝湾冲出心气，探笼一开接佳丽，但愿全满最稀奇。和合八方最合时，荔园落音多别致，才华梦屋起花地里，些日放挥春好福气，全众星星春风起，骑楼街有情趣，人人顺境会可伴随，些日放挥春好福气，门庭贴对喜迎，齐开心展红烛，来续写岭南居，恭喜恭喜，恭贺新喜。恭祝大家新春特吉，要乜有乜，贴挥春咯！春风送暖喺花街放个风筝，事业大名大放，记得贴上挥春。新嘅一年一定有新嘅理想，用花灯去影衬，记得珍惜每段光阴。一帆风顺，梳起油木，三阳开题，事故满足。个分担落在兴旺，九居安乐，十分幸福。这日不挥春好福气，全众星星春风起，骑楼街有情趣，人人上景美可伴随。这日不挥春好福气，门庭贴对喜宴美，齐开心展红烛，来着写岭南居。齐欢歌，挽手共度，乘坐大湾区岭南居。其实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都还可以说尚未触及到大湾区过年的一个习俗，叫行花街。行花街，哎，那我听过，就是说广府这边的地区流传着说未行花街就不算过年。是的，就跟我们没吃饺子一样。哎，对，大年三十晚上大湾区的人们吃完晚饭以后就出来逛花市来了。是的，我们花市呢形成于明清时期，然后呢都是流行于我们珠三角的。逛花市呢在我们春节时间是一大盛会，应该说没有逛过花市就不算过年了。清朝张维平有一首诗就讲这个，叫做花地皆花间，四时皆四春，一年三百六，日日卖花人，尤其是过年必须得卖，而且是大量的人在这逛。现在广州不是还有花地吗？对，那个时候那花间就是渡口啊。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花海之中，一品花海呀。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喷啊，这位店家，哎呀，这个真有意思。我们今天扮演的是宋代的卖花娘和卖花郎。哇，有理有理。在宋代就真的已经有了卖花这个职业了。当然了，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嗯，哎，那不就是吗？那是走街串巷。而且您这个让我想起《清明上河图》来了。啊，对，没错，您说的对。那时候您没在这儿卖，那时候您在那个开封府的尊阳正殿。前头卖，哇，老师说的真好，把你的前世都给领出来。对，那个时代的也是一件长袍，卖花郎是下摆要撩起来，卷到后面去，这样行动起来就方便。对对，短打。看看你们的花，花的品类选择方面也是复刻的宋代《无字墓梦梁录》卷十三中的记载，上面有暮春花，然后梅花、水仙花、兰花、腊梅花，还有瑞香花。啊。这些也是宋朝时期冬季盛开的鲜花，也是当时人们在新年之际会购买的年花。在宋代，他们除了会买花，而且也特别喜欢簪花。各位老师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试戴哦。宋代无论男女都喜欢这个簪花。其实唐朝也是男女都簪花的，对，男生也簪花的。宋代特别流行，就我们知道的《水浒传》里那个燕青，他就带一朵很大的花。鬓畔唐簪四季花。对吧，而且无论男女老幼，年纪大的也喜欢戴。你看苏东坡他们很大年纪也很大。对，叫做人老簪花不自 修，花应修上老人头。哎，老师说的真是的。这个姑娘就是卖花单上买得一只春玉放，对吧？然后哎，对，男生也簪，来，我要簪她的同款。取下来给你，把我这个拿下来给你戴吧。好，看着，可以可以可以，是啊，哎呀，您也粘一个来，粘一个，给老师，给卢馆长，
卢馆长栽上就像簪花仕女图一样，真的。哎呀，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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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来一朵，挑一个小的。哎，对了。哎呀，怎么样？怎么样？好看，好看，好看！我这叫人老簪花不自修。没有，你这个样子呀，你不光像《清明上河图》，像北宋苏汉臣那个《货郎图》。没错，没错，没错。明代还有《卖花图册页》和清代冯骥的《卖花图》，上面都有卖花郎跳蛋卖鲜花的情况。哇，他这还有春繁春盛哎！我今天也准备了一些材质，大家要不要体验一下？现剪呀？对。这就是窗花吗？其实对，像剪簪花一样，戴在头上的，剪个圆的哈。哎，对，圆圆，这个对。所以春帆春盛是不是就是苏东坡那个诗里“无限春风来海上”？没错呀，就是那个呀。哦。你知道我这是什么吗？捞饺子的罩嘞。剪成这样都能联想出捞饺子。对对对。哇，你这个很漂亮，它四瓣的。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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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个担子也是能挑的是吗？对，我跟你试换一下，就挑的时候用手扶一下啊，因为我后头比前头重，要往后一点哦。然后这个手在这里随便随意扶上，哎，就跳起来了。哎呀，这样就可以走起来了。你看，哎，开一开了，扫码付款，哎，扫码付款，来了，要不您试试试一下？你可真够呛啊！为什么我够呛啊？哎，好。哎。看一看，哎，他挑不起来了，哎，走，哦，扶好了，哎，看一看，哎，抖起来，抖起来，哎，看一看，哎，哎呀，卖花刚摘的鲜花，看看鲜花，看看不要钱，要买就扫码，谢谢谢谢，这一下子让我们穿越千年，感受到了春节始终不变的魅力，就是。哎呀，尤其此刻看到三位这头顶的簪花，真的感觉是家运天成，国色天香。
好预知世界当春来发生，随风潜入夜，润木兮无声。夜尽云俱黑，江川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中尽观尘。好予知世间春来发生，随风潜入夜，润木兮无声。随风潜入夜，润木兮无声。您这花摊上有什么特别啊？我这里卖的就是一些大湾区爆款的年花。你看到这里红色的，我们叫富贵枝，因为它的叶片，你看它的绿叶有籽，就代表是财源滚滚、多子多福的那个意思。我们叫这满堂红，这个是福临门，因为它的颜色都是非常的红红火火的。为了这个吉祥寓意，哎，起的名字。那这个叫金盏银台，猜对了，水仙。这个是我们大湾区必买的那个年花。这些都是红色，我们好理解。那水仙为什么？水仙因为叶子是绿色的，在广东这个绿色我们叫青，然后有一个广东话叫标青，就等于说你们是北方是叫拔尖的意思，就是为了学生们就是要拔尖，学业要进步，然后我们做生意的也要拔尖。蝴蝶兰的话就是君子之花，所以他们也会在过年的时候买回家，就希望家里的人的品德也是好像兰花一样告捷。桃花的话就是因为它的谐音，就广东话哦，我知道，大展鸿图，系啦，图和桃，广东话里桃和这个图图是谐音。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放这些花在家里，就是天启性的好彩头的意思。然后这就是咱们的市花。澳门为什么是跟莲花有这么深的缘分？长的样子很像，因为我们澳门叫莲花宝地，我们的岛呢它北边有一个长窄型的路段跟我们的珠海莲峰山相连的，然后就像一个升上海面的一朵莲花，所以呢我们澳门自古就有莲岛的名称，那我们市花自然就是我们的莲花了。莲花宝地，莲花宝地。城市和花的连接其实非常紧密的，比如说香港的紫荆花，上海的白玉兰，然后还有洛阳牡丹。四川直接一个城市就带花，攀枝花。对，我觉得这个特别体现咱们中国人的浪漫，就是一朵花一座城。要挑个盆回家吗？挑一个你喜欢的。我挑你抱着。来，我抱着。那就这个了。祝福你。谢谢谢谢谢谢。富贵子，多子多福啊！谢谢，谢谢老板，谢谢。我这要一直抱回北京吗？抱着吧，多子多福。多子多福，哦，这个好玩哎！哎，你好，你好。Hello， 我这里呢是送买大名鼎鼎的年桔的摊路。我卖年桔。桔是江南的树嘛，但事实上大湾区种桔树很久，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记》里头就记载咱们这儿已经开始种植桔树了，所以就这个大吉大利啊，在广府地区流传也2000年。
而且以前的古人就是在过春节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果盘，就是有柏树枝、有柿子，还有橘子，就是取我们粤语的谐音“百事吉”，百事吉。百事吉。这个我没见过。这个叫黄金果，它还有一个非常喜庆的名字叫五代同堂。它每一个果实呢，其实上面都有五个凸起来的部分，就好像我们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一样。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是五福临门。五福临门。所以在新年也是很多人会买的。来一盘吧，可以放在家里。对对对对。好的，谢谢。谢谢。不客气，不客气。哎，这个好看的呀，这个、哦、这个小白花，这个有香味了啊。各位老师好，这些都是素心花。这个花跟非遗有关系？对，是的，广州又称为是花城吗、嗯、对啊。它是由什么花而来的？为什么有两千多年历史？就是从素心花而来的。广州那个时候呢，是有一位叫素心的姑娘，就是她呢被我们的南越国王看中了，把她娶进宫、哦、然后她因为她会非常喜欢这种花，那个花当时的名字叫叶希敏，叶希敏，对，在御花园里面呢，就种满这种花，缓解他的思乡之情，相当于素心姑娘在宫里面去世了，那个君主呢非常怀念她，就在她埋葬她的花园里面种满了这种花。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素心姑娘，就把这个花改名为素心花了。哦，用那个女孩的名字来命名，命名了这个花。文人雅士非常喜爱，所以呢，大家每天要佩戴这个花环嘛。它其实跟海上丝绸之路是连在一起的，因为耶希明它是阿拉伯语、波斯语都叫耶希明，所以实际上是从海上丝绸之路到的广州啊。而且刚才咱们讲花地接花金，那个时候种的花就是素心花，就像你在洛阳你说这花，大家就默认这指牡丹花，你在广州讲花就是素心花。素心花。岭南地区啊，说花很多，但是那么香的花是少见的、啊、所以素心花开去的时候满城如雪，第一它白，第二个它香。闻一闻，闻一闻。哇，真的是跟茉莉花是一样的。茉莉花科相当于是亲戚，素心属。所以您这个花环就是当年根据传说当中素心姑娘会带着这个花环。对，试试。哇，感动啊。我就带着走了。所以啊，看到这洁白的花瓣，你就能知道为什么千百年来人们对于这种花情有独钟。它确实代表着一种最纯真、最朴实的，而且最美好的情感。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假装欣赏欣赏一瓶花，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就像正要浏览一幅画，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想和他说一说话，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假装欣赏欣赏一瓶花，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想着要浏览一幅画，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想和他说一说话，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怎奈他的身旁。
贴完了春联儿，然后买完了这个年花，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到重庆酉阳呢，就是冉老师带着我们俩呢，体验一下我们土家族的过年的这个风味儿。我们酉阳土家族人呢，比如说我们会穿新衣，那寓意着一年新的开始。那我们也会吃袍汤，烧旺火。哎呦，这是什么？西兰姑娘。西兰卡普。哎，西兰卡普是我们的土家族的传统制品。小民虽贫者，亦需新洁衣服，把酒相酬耳。所以今天我们既然是在酉阳，就能穿着那个漂漂亮亮的西兰卡普，我可期待了。那咱们进去看看。嗯。哇，这是织锦哈，田老师，这太漂亮了，感觉是织锦艺术的小展示厅。这些都是我们土家族传统织锦西兰卡普织出来的，啊，西兰卡普其实是土家语。哦，它就直接是音译成了这个汉字，然后就把它写下来了，是吗？对的。那这个字在土家语里面是什么含义呢？西兰就是铺盖的意思。我们土家人也叫它背面儿，背面卡普是织出来的花，所以西兰卡普的意思就是土家族人的花覆盖，它质地坚韧，所以可以使用很久，因此也被称为土家文化传承的活化石。哇，这个福字是男女福在跳白绸舞。哦，哎，你看出来了吗？这个特有意思，这应该是个男的吧？是不是个高一点？你看他的头在这儿，这个女孩仰着脸向着他嘛，那这肯定是个女孩了，对吧？哎呦，这个太有意思了，这是既是字也是画，对吧？是的，我们土家族的那个织锦，除了动物跟字体以外，还会有很多其他的织法，我可以示范给两位看看。哇，红色的，这一看就是过年的，全是各种彩色哈。是的，我现在织的这个就是一个福字。正在织福字儿。对。哇，然后给它拍紧，就这样完成一道工序了。这个织锦让我想起来，就是清代的诗人查慎行，他呢就有一首诗写的说：“巧才翻胜是新罗，画彩描金作闹鹅。”那描写的其实就是在这个春节之前，然后给家人赶制新衣这样的一个场景。因为这个诗后边还有一句叫“从此剪刀闲一月，闺中针线碎钱多”。一到正月以后，这一个月不再动剪刀了，赶在春节之前，正月之前要把这些活都干完。对，像田老师，您现在身穿的就是西兰卡普日常的配色，对吗？对。春节这么一个大好日子，它的颜色上面是不是也会不一样？肯定不一样，咱们这边看看吧。嗯。幺妹的话穿那个就很好看。啊。那阿哥穿这个，是我们西兰卡普传统图案。这个好看，好看吗？好看，好看。换新衣，吃袍汤，好不好？所以手里拿着这个新衣服，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春天万物草木生，所以我们就向着新的一年继续出发吧。穿新衣过新年，春天仿佛在心里。咱们现在就到豫州博物馆。这次让咱们来这儿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春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习俗是吃春食，春日食春芽，鲜嫩最当时嘛，所以咱们现在得找找，感觉来点实在的了，吃春宴有关的一些文物，是不是这样，王老师？那我们找一找和春与宴有关的文物吧。哎，我好像看见了一个，哎，炊具。哎，这太直接了吧？仕女烤肉串图。彩绘陶灶，怎么这么早之前就已经烤肉了？你看上面这么看，有一个黑色的杆儿，对对，然后下面是挂了五块鲜肉。你看他们真是一串一串的烤，然后旁边有个火盆儿，这是我们最早的有烤肉的记录了。我觉得这之所以出现在豫州博物馆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咱们张家口其实它有一部分是属于塞外，有些北方游牧民族这种饮食习惯结合在，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样一个文物出现。也能看出来当时的这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已经日趋精致化了。对。青铜彩绘燕鱼灯，哦，燕叼着鱼呢，中间是放灯的地方，这个荷叶它是能开合的，能调节亮光，它属于一种钢灯。实际上这个燕的脖子它就是一个导烟管，燃料燃烧以后的烟它能从这个燕的脖子一直下来通到燕的肚子里，然后肚子里呢人们盛上清水，
这个烟就化在这个清水里了。这就是古代的抽油烟机。这个太智慧了，专门吸烤肉的。黑科技满满啊，而且它有很吉祥的寓意。你看鱼呢，表示年年有余。对啊，然后雁呢，就是鸿雁传书啊，包括雁是信鸟。对，以前包括婚嫁这个都要用雁。这也说明啊，咱们中国人是真喜欢灯。你看从古至今，这个逢宴必有灯，边赏灯边饮酒边品美食，这是一件特别惬意而且有文化氛围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灯背后反映出来的也是当时大家期望万家灯火嘛，阖家团圆的一个美好寓意。对，鸡蛋壳商代的，我听说这个鸡蛋当时出土的时候啊，有好几枚，装在一个陶罐里的，这枚应该是保存最完好的。那么它这个出土的地点，它不是一个墓葬，就是当时先民生活的一个遗迹，这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怎么可能一个鸡蛋经过3000多年它还这么完好如初，也没有变成咸鸡蛋，也没有变成皮蛋，也没有孵出小鸡。说到蛋，其实古人有一个习俗，就春分的时候啊，要玩一个东西叫立蛋。有一句俗话叫做春分到蛋儿俏。为什么非要在春分立蛋呢？因为他们觉得春分天气也好啊，人的那个精神那个时候是最旺盛的，这个行为也比较敏捷，也是寓意大家干什么事情要有恒心，要坚持，要百试不爽，百懈不殆，然后还要行为端正。这是什么？龙形玉佩。这有关系吗？上面呢标的这些应该就是发芽的谷粒吧。想象力极高啊，古人就把这个龙鳞啊做成了这个小谷粒的形状。所以古人就觉得龙跟农是非常相关的，不光是它的发音相近，它的意思也是相连的。因为以前像这种龙形的这个玉佩，还有一些圆形的玉璧等等，上面都刻有这个谷纹，都代表了古人对这个一年之中啊丰收，农业有一好收成的这样一个期望。它是出土于战国时期哈，那我们往回倒，就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里面其实已经出现了龙这个字了。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坐龙于田，其实就是祈求天公作美，给来年的丰收带来一个好天气。甲骨文里面的龙字啊，确实和古代的天文学有关。以前呢甲骨文这个龙字哈的这个写法呀，和我们古代苍龙七宿那个星图非常接近。那苍龙七宿它就和咱们古代的农时其实是相关的。原来龙年龙年这两个字都跟时间有关，前面咱们说到了年是一个时间跨度，对，看到的这个苍龙七宿也是一种时间，顺应天时，然后在下面耕种。好多朋友说想做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古人就已经实现了这么一个浪漫的愿望。我小的时候过年两件事情最重要，一个是新衣服。你别看我一男生对新衣服非常渴望，然后就是压岁钱。压岁钱是吧？圆圆小时候收压岁钱吗？我就收我奶奶的，我爸我妈不给。爸妈这么对这么省钱啊，就很新很新的观念，所以我只有就我奶奶给的一张。我小时候最糟糕的一点是什么呢？我其实没什么金钱观念，就给到我就不见了。我后来也没有想过到哪儿去了，也没有说家里说啊，我们帮你保存着，没有。但后来在我那儿，我一直没有花过压岁钱，你知道吗？圆圆的爸爸是多希望有这样的孩子，没什么金钱观念，你收不收自己都没感觉。哎，我们这边有的说法就是压岁钱要放在枕头底下。对对对，是的，是的。北方就也是吗？放枕头下面。经常人家是编成一串铜钱，编成一个龙，放在床角。哦，但是孩子能用吗？他更早的时候不能用，更早的时候那压岁钱不就是一个吉利的那个钱吗？特制的那种铜钱，有圆形方孔，有圆形圆孔，然后上面写着，比方说什么大吉大利呀、千秋万岁呀、天下太平啊，然后背面还有图案，十二生肖啊。但那种是不流通的，就是给小孩把那些不好的都给压下去，就相当于是个纪念品。对，但是不能拿来买东西。对，但后来就可以了。
笑，在心里放鞭炮，再把情书写作春联，你回家就看到，吃糖要吃到饱，新年才甜的地道，月下雪反而热闹，取暖靠拥抱，省略号和问号都变成感叹号，拜年用最高的音调把烦恼都吓跑，山芋要大火烤，我需要你的大笑，快拿出你的红包，把祝福装好，恭喜发财财，福气滚滚来，满园春色关不住，好多开心出墙来，人见人都爱，花见花也开，恭喜你发财，好运常常在。省略号和问号都变成感叹号，拜年用最高的音高把烦恼都吓跑，山芋要大火烤，我需要你的大笑，快拿出你的红包，把祝福装好，恭喜发财财，福气滚滚来，万里悲愁都赶走，百年幸福都等待，人见人都爱，花见花也开，恭喜恭喜你发财，好运常常在，恭喜发财财，福气滚滚来，万里悲愁都赶走，百年幸福都等待，人见人都爱，花见花也开，恭喜恭喜你发财，好运常常在。我们来到了一个到处都是钱的地方。我们先问问孩子们，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压岁钱？我记得好像是父母长辈们要去给自己的孩子们送钱，然后呢去驱邪避祸的。哎呦，好厉害！来，答得太好了，来来来，送压岁钱。压岁钱啊，压就是厌胜的意思，也就是降服的意思，而这个岁呢，就是岁数。它是从汉代就起源，压胜这两个字呢是宋代的宣和博古图里面最早出现的，要以红色的纸包上钱币送给孩子，以增加驱赶岁寿的效果，寓意着长辈对于孩子深深的爱。哎，对，所以在成都竹枝词当中就有关于挂挂钱的这样的记载，处处都是父母对孩子的爱。米线玲珑米叶鲜，安排果饼过新年，育龄儿女都欢喜，除夕分穿挂挂钱，那是一种由百文或者千文小童一个一个钱穿成的这样的压岁钱，是指这种吗？这叫挂挂钱吗？是的，既可以叫挂挂钱，也可以叫花钱。哦，节日馈赠、新婚撒葬以及护身辟邪，都用。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花点时间，来把它编个花钱？对，这个还真不容易啊、哦，要先穿起来。就照这个样穿，周老师。照这样穿。在前面那穿，你再穿两个。有没有难度大一点的？有、啊。这个太简单了。你先把它穿起了再说嘛。出来什么样？嗨，我张老师舍不得让你麻烦，我能拿吗？啊，这个怎么样，广泉？我来给你找蓝题，咱们都是同事，我也不难为你，给你找一个简单一点的蓝题，要得吧？让广泉编一号啊！梅花型的，我这上难度，我这个好难啊！花钱嘛，但这个太难了。不过没事，有张老师在，您先教我第一步，第一步。这个你先把这个这儿编一个结。好了，然后再把这个弄过来，这个搅过来。哦，张老师这个手法真是熟练啊！要是让我自己编这个，我觉得这到明年。没事，你很一会儿就学会了。我们也借张老师的手艺，哪儿借这个花钱来一起祝大家新的一年能够
团团圆圆，和和美美，全家吉祥如意，身体健康，平平安安。祝您龙凤呈祥，过大年金玉满堂，天下太平。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新年快乐，丹姐，身体健康，龙年大吉，龙年走大运，啊，新年快乐，哇 ，Hello 老师，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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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是您在这发，哎呦，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龙年走大运，恭喜发财，这是麦麦吗？对，哎呀，你好，你好，你好，这位就是我们的麦麦，对，你好吗，麦麦。哇，这是啊，财神爷。对，所以你们要在这个地方是给大家要派利是吧？
萨老师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在大湾区的这边叫做拍雷戏。拍雷戏，对，因为我小时候在广东长大的。哦，难怪，所以我们是一个圈里的。嗯，大湾区的，所以在这边叫拍雷戏。对，这个您就不知道了吧？我当然知道。我为什么不知道？你说我为什么不知道？因为立市场是就是大湾区这边的广东话当中的一种说法。但是在古籍里头，它是大量出现的。哦。到唐朝，你看现在财神爷，唐朝就有那个所谓立市仙官呐。你见过这年画没有？就是立市仙官。其实呢，刚才啊，萌萌老师说到的立市就是那个市场的市嘛。嗯，是在我们的文物上面也找到痕迹，就是元代的池州窑的白帝梅亭上面呢就有招财立市四个大字。对对对对，那就体现了其实我们古人特别是经商的人呢对我们的招财还有美好生活的愿望。你说那瓶子上面那个市还是市场的市？市场的市、啊、还是市场的市、嗯、招财立市。所以其实元代的时候就有这个说法，古籍里的所有的市都是市场的市。哦，其实我们拍完立市以后呢，拍立市的那一下我们还得说一些吉祥话，吉祥话教我们一些切话、啊、对对，就比如祝你扎金袜银，祝你扎金袜银就是左手扎金右手袜银，代表的就是祝对方新一年赚得盆满钵满、哦、另外我们还会说祝你猪龙入水啊，猪龙它就是空网状的，然后呢水有财的意思啊。对，粤语就是比较多这种方言，还有其他更搞笑的叫什么捞什么都顶，捞什么都顶，捞什么都可以，对，就是干什么都行，哦，都顶，干什么都行，捞什么都顶，顶过六折，顶过六折，六折就是甘蔗的意思，对，甘蔗比这还要绿植，就是哦，顶过六折。另外那个接红包有什么特别的？咱们有一句经典的话语，就是恭喜发财，利是到来。就是因为在古代呢，我们是用金银作为礼物送给别人的，所以呢，金银很重嘛，我们就得用双手去捧着，就去兜这个利是。对，再给一个来。其实用双手去捧着，这个两个，对，这个动作就是兜利是了。要兜一个，我再试一次，来试一下。我不给您发了，我给您每个我们啊，都一个啊，都得来的，恭喜发财，雷西都来，雷西都来，这个我们也跟着一块儿给大家发发啊，是，咱们得完成一些互动，就在我们麦麦的手上有一个福气箱，哦，箱，只要呢抽取里面的彩头，根据彩图里面的提示完成互动，就可以得到我们手上的利是了，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参与哦，来来来来来，拍雷西啊！三老新年快乐，三女快乐，三女们，我们这里有一个彩头箱，从里面抽一个彩头，我们有一些小的游戏，完成了游戏就可以拿到利是，来吧。好，请打开。哇，这题目很长，给大家念一下。贺岁连连，这是什么意思？连说拜年吉祥话。呵，好呀好呀，赶紧说赶紧说，恭喜发财，万事如意，万事如意。千秋朗朗，龙年大吉。好。来，刀雷西，要刀，刀雷西，好嘞，刀雷西，好嘞，谢谢。刚想说不乖，点到即止。不乖，你这是什么题？贺岁古诗背诵新春古诗。哎呀，这个难。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哎呀，背得好，背得好，背得好，可以的。谁写的？是谁？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啊！谢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还有吧？还有谁啊？李氏，哎，那边还有。哎呀，新年快乐！哎，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龙马精神，龙马精神，龙马精神！来来来，抽一下，抽一下，抽一下，看看有什么好玩的。这是什么？这里面有好多题目，很好玩的各种互动。有奖品吗？奖品就是雷西啊，真的是真雷西哦！十秒连拍表情包，开始，一、二。老马都顶，顶过老鸡，黄豆飞起。新年好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哎呀，好玩好玩，那我们顺着街再往下走走。好嘞，好的。雷雷西西啊，阿婆。哎，祝你新年健康。送你一个，来送一个。龙年大吉，新年大吉。啊，身体健康啊。
心中充满欢喜。大街上五十载庆，爆竹声声响起，春季里见面说恭喜，祝万事都顺意，拜个年找来好志气，把新年歌唱起。春风不伤了我心头，春雨降临到家门口，让我们大家欢欢喜喜迎接新年来临。恭祝你新的一年生活充满欢喜，一生中希望在今天会变得更甜蜜。快乐的新年，美丽的一年，事事都如意。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天空万里飞，让夏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见。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坎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天空万里飞，让夏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见。祝福你随你中天赐，百尺竿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快乐的新年，美丽的一年，事事都如意。说完吉祥话，派过了利市，是吧，贴完了春联，你会感觉到这个春节的氛围会越来越浓。没错，说到春节吉祥话里面很多其实是跟天象有关系。那当然，吉星高照，吉星高照最常见啊。景星庆云。哎，对，古时候好像有一句话叫三星高照新年来到，最早应该是三星高照新婚来到，因为它是经里头的嘛，它叫做筹谋树新，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哎呦，原来是首情诗。新年来到也一样，因为新年来到是什么呢，就是到过年的时候啊，就那猎户座那三颗星就正好是在南天。哦，您说猎户座是那个腰带上那三颗，哎，对，就那三颗最亮的那个星星，对对对。后来不就是讲那是福禄寿三星吗，这当然是老百姓赋予它的这个寓意了。知道这是哪儿吗？澳门科学馆。知道为什么大过年的要带你们来科学馆吗？我们这个四季的变化的规律其实都跟星象有关，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春节就跟这个星象有一定的关系，是不是？因为你想，古人他没有我们现在这么精密的计时系统，对于地球和宇宙的关系也没有那么多了解，但他们得种地呀。最重要的一点，一年什么时候播种，是吧，什么时候收获，它得有一个相对准确的时间。对，没错，古人呢通过观星总结了时间流转的规律，就用来指导农耕生活，同时也确立了年末岁首的时间呢，包括我们如今春节时间的确立也是跟观星密不可分的。据说古人呢过年不是现在这个时间，是吧？你看周代见子就是农历十一月份过年，秦朝是见亥嘛，它是农历十月份过年。真正到现在我们讲正月过年是西汉确立下来，就落下红了。
太初历，太初历，太初历，对，莫忘先贤落下红，没错没错，太初历其实很厉害的，太初历当时它是行用了189年呢，从公元前104年就开始行用，然后一直用将近200年。那今天我们带着各位来澳门科学馆，感受一下，来，各位请。我们现在呢，即将进入的就是澳门科学馆天文馆的球幕当中了。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眼前即将出现一片浩瀚的星空，深邃而神秘。请问一下撒老师，眼前的这一片星空和您平时看到的星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此刻眼前的这个星空，我觉得和我们平时哪怕能够看到的星星相比，这个密度也是非常震惊的。它是公元前104年，地点在四川阆中，那时候所见到的星空。哦，我的天！落下红看到的天空是吗？哦，对，落下红就是四川阆中人。落下红看到的天空啊！是的，是的，刚刚我们老师有提到过，我们的春节老人落下红，他通过观察记录了解到时光流转的规律。如今我们已经可以利用科技的手段呈现出古人眼中所见的这片星空呢，哎，这时候我们就不如来找一找吧，2000多年前的福禄寿三星高照在什么地方呢？是这儿是吗？是这儿吗？他们仨。圆圆说是这三个。蒙老师，您说是这三个啊？我也觉得是蒙曼老师说的这三个，哪个是对的？它就在我们的正前方啊！哎，这三颗星星就是福禄寿三星了。看过了千年之前古人眼中的星辰大海，不如我们再穿越到未来的新年去看一看。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变化，我们将猎户座连线显示出来。哎呦，接着时光开始流转，我们首先来到50000年之后新年期间的三星高照。哎，那我想问一下，100000年后会是什么样的？100000年，时光流转，我们到100000年之后。我的天哪！哎呦，哎呦！公元99895年，这不像猎户，这像一个螳螂了。猎户座变成螳螂座了。接下来，我们换一种方式，我们将带领各位老师开始一趟宇宙穿梭之旅，而我们的目的地则是回到当下的三星高照。看见星星慢慢的转动起来，哎，这时候呈现出一个蔚蓝色的星球。哎，我突然有种失重的感觉。哎，真的。再远一点，我们就来到太阳系内行星的轨道附近。哇哦！我们现在呢，就飞到银河系。天哪！哇哦！即将再出现的是宇宙的三维地图的一部分。哇哦！现在我们所看见的就是目前人类已经能够观察到的宇宙星空地图。我的天！我带领大家，哎，到银河系中心附近去看一看。哇哦！此时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绿色的标志，这就是我们的地球所在的位置了。天哪！这颗蔚蓝色星球又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现在呢就好像以宇航员的视角来看我们的地球。哎，这时候
我们的祖国中国已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华灯初上，光彩熠熠。哎呀，此时我们降落回地球表面，呈现在大家眼前的便是来自2024年2月9号夜晚的三星高照。在这除夕夜的星空之下，也为各位老师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送上新春的祝福，祝愿大家在2024年福星高照，岁岁平安，吉祥如意。在这个吉祥如意的时刻，不如请各位老师来记录一下这个美好的瞬间吧。哎，我给你拍一张，也三二一。所以这一趟回来以后啊，你才发现家原来是多么美好的地方。这个宇宙啊，这么浩瀚，这么多的星球，但是属于我们的家园只有一个，这就是家的概念。诗人讲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发达的科技，我们见到了古时的三星，见到了古人眼中的宇宙。我们有幻想，我们有对美的期许，有了这些，就可以让我们对于美好的这条路可以越走越远。这个世界啊，除了有物理距离之外，比物理距离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理，我们可以包含这一切。继续突破吧，新的一年。谁家枝桐闻春归期，远山青黛春晖无匹。铺展星途，旧梦泛起，遥知夜空斗转星移。若见思乡，纵月清明，随当河汉缓缓涟漪。寂寞远眺，惶惶中心，述说不尽浪漫钟情。起伏有月，天地广袤，与风驰骋，宇宙逍遥。身有银阙，沉今宵，缓缓吟诵那古调。舞天歌唱，星途精妙，观天人心，朗朗歌谣。星官归位，知多少。心为灵，二十四节隐隐存心，臣之当立，坐望穹顶，万象待梦，一轮星际，满天繁星与我之交，神州翻银河的浩渺，嫦娥玉兔对月摇，漫步梦中的相去路迢迢，满天繁星与我之交，神州翻银河的浩渺，嫦娥玉兔对月摇，漫步中道诀窍，跨越光年触摸星耀，天文求终极的思考，看似相去路迢迢。昨日星辰，如今可摘到。Thank you.
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第二次。好啊，妈咪，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师傅，新年快乐！恭喜发财，龙马精神！新年快乐！祝你们新年快乐啊，过年好！祝你们新年快乐！Yeah.